大家好，这边是教你这个最新的手游战诸侯。没错，它自己有血哦，不删档。全新的手游。那这个游戏的部分的话，哦，全新的 MMO 啦，龙啸、灵域、御影 ，and 奈玄霸。懒人包。四大职业，直接抄攻手给你们看喽。全新的手游，好。哎呦，应该有一些剧情。哎呦，它也是一个这种玩法的手游啊。动作 MMO 吗？感觉像动作 MMO。对，应该是动作 MMO。帅死了！诶，要做什么？诶，Oh my god！攻略这一关再说了。哦天！故意的，就知道，怎么那么臭？好啦，王宝就这样。那主界面呢？这边就是有分为一些，好、哦、一个 MMO 啦、哦。那其实攻略我直接给你们了，好不好？自己看一下啊、哦。像是变强啊，升等，名将的取得，装备取得，金币也取得。元宝也获得，攻略你家啦吼，给你点，给你点。啊，下底系统的话，你会当看。下底系统你就是把画质调到相关，安尼其实就会使啊吼，伊其实会当最高画质演示。差不多是安尼先啊。哦，这是游戏的图规吗？一个小妹子。这部分大概就是等啊吼。今天晚上这里吧。